猪蹄子怎么脱骨呢？现场展展，很多人挺好奇的。哎呀，看这么一脱，哎，戴手套啊，要不黏糊。哎，手里边往里边，哎，找掉块肉似的。这太盖了，这一口皮肉马上来嘛，这不就啊？看那没小脆骨嘛，没有的话，你看一口皮了。嗯，就昨天吃那个，这什么呀？挺漂亮的花纹啊。嗯，那个牛排就比较盖了，哎，这块好吃了，嗯，昨天直播的时候谁让我吃的肘子来？来了啊，算宠粉吗？哎呀，做这个肘子的老板。刚从那个内蒙买了两套海景房，啊，肘子皮是我最爱。嗯，哎呀，肚子了。嗯。这个看着都爽。